将十二星座偶遇前任，白羊座。好巧啊，在这遇到你。你谁啊？我们认识吗？金牛座。看到你过得这么惨，我也就放心了。我操，武警。处女座。我说空气里怎么有一股人渣味儿？原来是你这个移动污染源到了。天秤座。我当初真是瞎了狗眼，怎么会看上你这么丑的家伙？天蝎座。哟，还活着呢，我还以为你早就已经死了呢。狮子座。给你看看我新交的男朋友照片，是不是比你年轻，比你好看，比你瘦，而且还比你有钱？我太难了。